已经20年来反映的变化，法莲县政府同东法太好，开始法莲县子对先前民国63年出版多件，提示百业修修计划。委托本地的历史同资源也不偏软用方，再个增加观光同演播两篇，而表现出法莲的特色。按照2026年完成过后，涵盖加强数位化，后来增加流通。奋起草滩飞鸿变成吞水，老提风推标，针对2021到2022年2020年建改发电变化高温意见，后台台块2000万个发电燃机新修计划，为利用新年时间，用15%个旧饲料，个性增加85%个新饲料个年在对手，个从事到发电滚工营运发展，还为能为增加滚工老营运两两造新项目。那观光片是特别去凸显花莲的特色，过去观光片大概都在这个经济的脉络里面，那我们这次把它特别独立出来。那人物片是我们认为要凸显一些事件跟活动的重要性。法莲从100秀燃机还到92年，隔了20年国庆秀，希望共台参与，吞取出台分期草滩六秀和规划的10幢工厂，2幢法莲和岸头会，号召全民穷比激流历史。我们希望这个县志是全民共作的，所有的民众或对文史工作，或甚至你是重要关键当事人的伙伴，都可以提供资讯。高老设计有阿美族的文化。然后还有一些客家，还有闽南的文化，可以记录说赤科山过去到现在。认为为了新年嘅燃脂天条新高，也系正规嘅温室，文化局出台到观察书面点充之外，还完全透过数位方式提供民众行卡多年嘅利用，用更开放的平台去让大家有继续利用这些资料跟。索取这些资料的一个可及性，限制的一些电子档的部分，我们会放在适当的平台上面。为了增加流通性，东法太后也讲，新秀燃机大类台规20万册，翻新之后还会出版20万册的建议版，本大类公募都有汉卡多人群。下个新闻，王小琪发电报道。